Hello，应该等，因为魔物猎人要更新最后一只龙了吧？我想说，如果更新完最后一只龙，可能就不会再开这款游戏了吧？因为后面游戏都不会再更新了啊，上来真的不知道干嘛了，还在等。在等那个什么，等其他人啊，干阿郎嘞，集合啊！可能过几天吧，等贴图画啊，对呢，我贴图还没碰，我贴图画完就玩 ARK，跟他们玩 ARK 了吧？如果他们还有在玩的话。还有手过敏诶，就是有那种小小水泡，一颗很迷样的小水泡，弄破要弄破它很痒之类的。欸、靠腰阿郎嘞，等一下哦，有三个人迟到。我们的 HTT 江江跟黑月，但还敢迟到哦，狗狗？你有迟到啊？迟到了啦，2分了哎，江江嘞，知道吗？江江嘞，知道。跑去吃麦当劳大什么堡的。不是什么藏什么宝？藏宝，藏宝。为了藏宝拍照的，哎，为了藏宝拍照的那个人，那一个？啊？哎，藏宝好你好，藏宝说啊，我还有免费的熏鸡藏宝可以吃。为什么？为什么他妈的魔戒有4个小时啊？我要疯了！我现在才看到一半，魔还戒好吧？4小时很快就没了，我快睡着了。你看什么魔戒4小时？魔戒第一集啊，哦、还好吧？看魔戒会睡着？魔戒这么好看，什么叫还好啊？把它当魔物猎人电影版看啊？对，魔物猎人那么烂，有点差太多了。我都想要，然后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要爬咕噜吗？My precious。为什么萝卜糕跟繁星是别的？两个、啊？我不知道啊。两个没有清洁啊，你现在才知道吗？哦，没还蛮明显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啊，不止我吧？他跟很多人都不在不同的集会区吧？没有，他一个人而已。对啊，啊，我这边3个人呢、欸。对啊，我习惯直接按进去了。对了，他要先自己玩啊，不然他最后就断线了。哦，他一上线都要先热机啊。好吧，我们知道要玩什么，玩魔物猎人，感觉你跟你们两个都没有交集了。还好吧，好像有一点。对啊，你们这边已经没有在没有交集啦，我跟江江也没有啊，没有。不是啊，没有见呢、欸。之前你们还是三人组的时候啊，还是阿晶晶啊？是谁啊？哦，阿晶晶不是背叛了你们？啊？我不知道哎、欸，我已经忘记了。忘记他这个人吗？什么事情、啊？我靠！那之前打 LO 都是跟你们三个人一起打、啊。哎，哦，过年成年往事。听说他交了女朋友就不见了。我先去打一场，直接让我热机。
我们改打什么乐机、啊？那我们也来打雷狼龙乐机啊！来接了。先试试看运手气如何。好、哦，等看他看到再去洗澡，然后回来就没有人了。啊？你说这边吗？啊，秀秀不打了、啊，他说他不打要睡觉了。真的假的？那我们就散会了。哦，叫自己打不打，叫别人自己来打。他需要你们的照料。看我把狩猎敌都一个人长大哎、欸。啊，先进去了。走。啊？没有，没事，你在看东西。你要进来吗？那、啊、我吗？哦，来。我们都可以啊。我想说你们要进来。我有打紧。好。天哪。走开啊，猪！探讨地毯。那之后，那之后会出类似世界二之类的，应该不会了吧？还没有公告啊，没有公告的事情。然后我们的预言家 HTP 是说，等 PS 5出才会出 PS 版的、啊。哎、欸，我知道。一定是 PS5 出，然后出一个新一代上 PS5， 然后先学一波，然后绑个合作，一年后上 Steam， 再学一波，厉害。这个操作就跟世界刚出的一模一样。都一样啊，毛都一样。先让 PS 玩家爽一下，之后就再换 PS。这一招看起来是很好用啊，没看他赚了这么多。对啊。歪了吧，没关系的，直接。好，边呐。你看，又有新的调查报告了。你有看到地板上躺了三只吗？有啊。
到，周旅。好了。十月会来个大更新，什么大更新？你说黑龙哦、喔，黑龙，黑龙啊，黑龙，不用怕啊，这是最后要珍惜的更新了哎、欸。对呀、啊。为什么要怕、啊？不错啦，最后一只是黑龙。对呀、啊。虽然说活动还是会开着，但是就不会再更新。对啊。最后了，因为当初一直都说好是今年。是希望他能出付费 DLC， 我也是就觉得，但是不可能。给他钱。对，给他錢、啊、我已经买啊，看出几只我买几只啊。对啊。加一。你敢出我就不敢买。哎、欸，撞过了吗？撞过了。撞过了。撞过了。我刚才在换东西。哎、欸，鸡蛋！啊，没抓到吗？还有哎、欸，怎么了？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你说的，怎么了？是不是到公海？这个提醒的时间不错、啊。没有，我刚刚才注意到他快死了。我没有看到骨头，我没有整天。我在看你七层剑，就是疯狂输出。他一滴一滴戳哎、欸，哦，你说你疯狂输出哦？我想说你七层的时候疯狂输出，一滴一滴。我那个一滴一往心脏刺啊！拔他的毛。拔了毛，那个动作还蛮像的。希望出高达龙，你说什么、啊？不是吧？高达呢、啊？哦，是啊、哦，钢弹龙啊。对啊，因为它那个动作外形很像钢弹那个。没啦，没机会啦。天会的模组应该是做不出的，很难啊。可是不是也很像那个吗？黄皮龙。它只是手外形，翅膀的手。天地黄皮龙的模组是那个钢龙模组。就是说他翅膀戳不出来，翅膀没办法全戳、哦。最重要的是他最经典的那一招啊，应该是做不出来的，至少在这里做不出来。那一招那个什么，冲地板的那一招，飞天冲一波，那个就我就很难想象在这世界要怎么把它做出来。要做一定可以啊，看够不够成本。成本应该就是那个，应该是成本跟技术问题。呀、
好啦，暖好机了。对，装备。好了，换装备。那这样怎么搞？一样啊。昨天的套路啊。对，我们三个，他们三个。嗯。套路。他们在分配，一场要断啊，破哪哈？不过他讲的高达龙是蛇王龙哎、欸，好啦，蛇王就不是啊，他不是高达。我接了。为什么蛇王龙是高达？我以为嘛。还是高达不是钢弹的意思。而且蛇王龙怎么可能做得出来？蛇王龙太大只了、啊。龙三龙哎、欸，都出来了。啊？就只是没有，就只是做个地图出来而已就好了，有没有？不可能。我们在地图上面采矿扒他的皮就好了。我记得那个长度真的是太大只，他一个人是一整张图的大小。对啊，巨魔之地第八张地图，他一个人可能就占了半张巨魔之地哦，有手有可能啊。那你们拿近战，那我拿远程好了。当初打蛇王龙也没有觉得很好玩。打蛇王龙的感觉比打风山龙还无聊。没办法，当时的游戏技术。当时那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还是拿重啊！车金。那我们就先打头吧，打头跟翅膀。OK。引擎要张开了啦，秀秀，阿卡奥德林。我们要下去吗？都可以啊，看下去吧。嗯。下。OK。巴拉巴巴，巴拉巴巴。啊。巴巴拉巴巴。竟然偷跑热营！哦，不对，你是长宝。我是长毛。宝。你是长宝，热营是他。看来就是打向黑暗了。哎呦，好像没有呢、欸。他往前了，打不到，打不到，打不到！我看了一下，要推。
走了。丢了，丢了，丢了。OK，OK。我操！他怎么地脉爆了？在另外一边吧。硬修修，硬修修，他不说硬修修吗？硬修修，哎、欸，修修，他叫14%、啊。哎、欸，啊，有意，他，我被狙了，他的右翼破了，嗯。推头的部分，好，被迫了。怎么鹅啊的？我自己滚去接啊！我的一部分，我丢了。好，可以的话就丢啊，你要看 OK 就丢了。好啊，哦，有有的有的。哎、欸，他头是爆一段一个了，哎、欸，一段爆。那你们两个打头吧，我想办法打左翼。好。欸、你再打左翼，好，可以啊。你看你要不要先破左翼也可以。好的。哒哒哒哒。一秒。刚好要回去那个了，五子弹。Why are you running？ 好了。Target 移动开始。Target 到。哎，开始。皆さん、欲流で移動を。破壊された壁に向かってください。ミミ。Tommy， 你们都要讲呢。他走了。我走了。干。他的魂快走了。哎呦，这个喷！哦，锁定了！我来了没？没。啊！
他转头好诡异。365度啊。365度，基本跟五度是同样的道理。没有错。幺幺几只？这又是谁？和 get 我刚刚看血条，想问江江还撑不撑得住，发现那个是繁星的血条。你怎么比他少血？我先打的是哪只？左手。左手。还要想一下这只哪只？可得哇，左手。哎呦！后面。我现在才发现那边有一个瀑布哎、欸，哎呀！你不讲我也没发现哎、欸。哦，该包包。エリアのエネルギー量終了。一小小。一小小。一小小，你没融化到小小。他刚吸地脉哦，秀秀。要等他吸完再暖化。不是，哦，算了，我不讲了。啊？他刚还在暖的时候，我就骑上去了，不是骑上去了。哦、天哪，我的秀！天哪，我的秀是在形容你什么状况的时候用的？你真是让我太惊讶了，秀！天哪，我的老天鹅！哎、欸，他怎么又硬了？狂眼！我靠！刚好被喷！我靠！我可以。你还行吗秀？可以啊，我不像秀秀。你要不是他快没有的时候，要先吃完吗？好可怜啊，人不在这边，还要被我们抢。哈哈哈哈哈。不是啊，观点跟我们真的是差太多啦。大家不是都说不会的题目先跳过？啊，没有后续了吗？没了、啊，我想不到后续了。跳过，跳过，然后就再投。跳过完就不作答、啊。不会的题目就是不要写了吗？哎呦，他一直伸进去补那个装啊，好烦啊！哇哇哇！知道为什么血没血了吧？阿云呢？啊！哇哇！啊！你快跑！哎、欸，收枪！收枪！我刚有敲到吗？没有。我马上也好像想说，是不是没敲到？赶快跑！很紧急哦。我知道。所以我觉得很好笑，而且我又怕你有耐冲，我不敢用子弹打，怕用子弹打还浪费、欸。对耶，我有耐冲哎。对啊，所以我是用敲的啊，所以是没敲到啊。手又补妆了啦，他一直在补妆。对啊。
撞下来。我来，我来，我来。靠你们，靠你们。来来来，我瞧个位置。好了，甩几只。我被吃了。好。就看到没有？这时候不要再转圈圈了。饭桶，第二个了。那谁？他就进来。啊？分尸吗？还没事。又补装。啊，左左前脚破，打左后脚。哦。好。左后脚我打的比较多，贯通的关系。老兄嘞，你老兄嘞，被我被不是我被队友的那，啊，哎呀，已经不是我啊，原来是队友热情的冲击，老兄嘞，好远，小脚脚攻击，小脚脚，哦，可以帮我解锁一下吗？你拿石头喷他的头就可以解锁了。哎呀，等一下啊、哦！啊、哦，不用解锁了，没事。你不是说左后脚吗？对啊，左后脚啊。哦、oh. ，没有，我刚只是防吼，所以先拉而已。你还要我来？我要软化，你又不软。不是，我要软，我是按软化的，你相信我？我不是，我真的按软化。我想说，他怎么是建模师砍出去的？你说好不插进去的。我怎么知道他就这样让我插进去了？你就真滑进去了，你看是不是？怕了。那可以。打右边，右边要打，先打前脚后脚，都差不多。好，分析打后脚，打后脚。我现在专心被打，等一下。欸、你防不住喊一下，我啥本啊？我可以。好了。責任は最下層に移動するぞ。秘密。気を締めてかかれ。聪明。看能不能来听一下一场炮战。对啊，我昨天最在帮秀秀打龙，结果魔物开大的时候，秀秀第一件事情是先跑掉回家。我们看到是整个是大笑，真的很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去了吗 ？OK 的。好了，下吧。我吹了。他等下超临界的时候直接麻他哦。好。
应该马上就会超音阶。啊！你要挡不挡好一点？我在你后面，你刚好挡了前面，我想说太棒了，我就继续装填，结果你就……可是我的方向不是面对他，所以我往旁边撞了。超临界了没？啊！喷在石头上。屁嘞！能穿过石头？我的天！超了，超了！有！在忙吗？正在。小心！再一发！到底好烂的司机，跑掉了！不行，司机没抓好。哦，对耶，你昨天是异常特化的吼，我被抓。OK。然后秀秀还炫耀说：“我有输出。”啊，我复活了，他看着我，我闪。好，我就饶了你一命。不要哭啦！他是谁呀、啊？那什么猪哦？猪，土地猪，人员清单，暗桶。哎、欸，为什么？我会打、欸。有两个啊。为什么？阿呆，一个无法用言语来。怎么设定集会所、啊？找他吗？对啊，你去找那个柜台小姐啊。然后嘞？你知道设定什么？分辨集会区域设定、啊。对。然后。我改成私人之类的、啊，隐私设定，变更好友，哎、欸，仅限区域码好了，然后把他们劈掉吗？他们有在帮绝超打吗？我看一下，哎、欸，看不到哎、欸，他们打完了，那没有，他们两个自己在打，看要不要劈掉，他们在打什么？看不出来，应该是一般任务，我看一下，不是名次就对了。好，他们在打，欸、他们两个在打、欸，他们两个在打灭境。所以同踢掉的话，他们会被迫分离，是不是？对，被迫单人。老皮与他的快乐伙伴，这玩意要踢掉吗？天哪、啊！踢啦！实际上踢掉他们是分开吧，就会被踢、啊、那个。分开啊！对啊。啊，不然就放他们两个在这边、啊。好。咪咪啊！哒哒哒哒。那这场就断尾破胸吧。好。奈斯上了，奈斯上了，追追要不要来？
这样，江江你要打其他三只手吗？不然的话你是死城是吗？跟变奇会取设定，两只手。哦，对哦，有两破两边的话，那你就打右边两只啊。我打手是不是？哦，不然你是远程没办法打尾巴、啊。OK 啊，就多打一点。你在上班？你在上班翘了啦！翘了啦！你居然在上班！哎、欸，赖斯进得来吗？要确认。我改成好友了。想到最棒的东西了，最棒的东西。哒哒哒哒，他不能任命成那个哦，机会所的队长之类的哦。啊？现在是任务中不行吧？哦，有被认为任务队长啊。哦、好吧，等出来吧，等出来了。哪里路？路里路。如我是他。他们出来了、喔。嗯，出来了。我们现在在等什么？不是啊，另外两个人啊。那个饭桶。干嘛？你要叫饭桶他们？我不认识他们啊。你要等着把他们踢掉。那两只小朋友是黑月的朋友。傻眼嘞、欸！傻哎、欸，难怪有想到饭桶名字有点熟。我也觉得很眼熟啊。在等谁？我们这边没有人是。我觉得奈斯没有来啊。对，不知道奈斯，说不定奈斯在下面那一团、啊。哎呦，我才刚进来。哎呦！哎呦！眼睛张开了啦，奈斯。我来，拜谢。可以啦。还好你没有加入昨天的那一团，真的会气死。啊，你也碰不到，你不是跟秀秀一队的？好了，不是气死啦，你会笑死。扣血了，好痛哦！嗨。那我换什么？轻便装备。你看你要选哪一队啊？两边都可以。我要去那边。去哪边？去他的脚那边。帮你软脚，有了。我只软后脚，前脚太远了，我懒得去。掉！还偷打几次？偷打！把太刀很帅呀、啊！太刀帅呀、啊！没有，不用十字镐，就感觉十字镐的范围太短。
皇后。No。对，你是亲我哎，他会乱跑。完了。他应该叫你拿重的。不然他乱跑，我们打不到。完了。尽量。哎呦。完了，我看到、哦。你能尽量在一个附近绕了，不要走，不要绕太远。完了，又听到我们哭了，完全砍不到。跑掉我的三段，伤害怎么那么低啊？砍下去只有七十。本身有加吧，砍他本来就比较不痛。以后我爆了，以后爆了。我要劈尾巴，一直劈到右后脚。我也是。我那是草啊，就劈不到尾巴，所以右后破得比较快。哦、oh. 欸，啊，你可以了，谢谢你的牺牲，九二七。要不要换一下中？好，我换一下。这个声音是传说。好啦，好啦。啊 ，nice， 我们是剩什么？右前脚、胸部跟尾巴。嗯，好。嗯。恶龙咆哮啊！好久没看到龙咆哮哦呦！哎，滚呐！滚呐！干你啊！在笑啊！在笑啊！在笑啊！劈断！哦，断！碎啦！硬了是不是？我来，我来。你把我来了，轮到了。哎呀！麻痹蛋。
他还是看我、哦。你可以先麻他，没关系，可以打胸口。好。四发。五。六。还是五。断了。哇，断了。哇！我的续三。哇！我正要切胸口，续三刚好动位。运气不好，每次都这样啊，昨天也是啊，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哎、欸，搞在石头。啊、哦，这蛇这啊、哦，两个人同时在磨刀，我以为是谁磨那么快。直到他磨到四下以外的时候，这个石头，那就剩左右肩跟胸口。胸部。我要带他去瓦斯区了。瓦斯，瓦斯，瓦斯。可以先做一波控制，等他等他那个的时候，就知道吗？临界的时候，你说七成啊？是啊，然后让你们砍胸口，你就快了哎、欸！不要，啊、不然等一下叫他一起提啊！我就说，哎、啊，你还没临界呀、啊？嗯，哦，好，你真是让我太伤心了，秀秀。好惨哦，直接降为秀秀等级。他，我觉得他变好骑了哎、欸，昨天骑三次哎、欸，很短时间内骑三次哎、欸，不像之前。哎、欸，临界嘞。对啊。对啊。打胸口，打胸口。没了，至少把这只手断了吧。哎、欸，行了，行了，好，
为什么打？为什么打？我被我 P 倒了，抱歉。我是回家吃东西的啦。耶、！那一下1800，舒服。不对，你不觉得变很好骑了吗？对啊，还是有改、啊。昨天想说也是先累积一下骑乘，怎么骑好像跳第五次就没了。因为以前不是骑第二次就很难骑了吗？就骑到第二次之后就不好再骑。对啊。手啊！我跑到他嘴巴里面，滚进他的嘴巴。哇！我没有石头，等一下，快打！Sweet la. My pen.啊，这是超龄老龙杀了吧？就救一下。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救我啊！我要死了！来不及了，我再去打。我看到他的动作，但是我已经按起身了，来不及。不要下来哦！不要下来！不要下来！不要休息哦！不要休息哦！
不用理我，不用理我，继续打。啊。OK。Nice。尾巴。七波。先挖身体，他都倒了。看一下谁跟我在挖身体。哎，你好。你跟我讲话吗？看是哪个同伴在陪我挖，其他两个已经倒跑了。啊、没事。是我吗？是我，是我。有本事不要挖尾巴、啊。如果挖他的胯下，挖到中我，哎，什么意思？啊，尾巴长到那附近还蛮合理的吧？是蛮合理的。对啊，那边有一条尾巴、啊，一条不太好控制的尾巴。附近啊，说不定它很好控制啊。嗯。哒哒哒哒哒哒哒。耶耶，18分钟哎、欸，怎么打得更久了？怎么会这样？我怀疑一定是有人死两次的关系。好像不止两次哎、欸。真的假的？两次吧，是吧？第三次就结束了吧？对啊。啊，不对，我有收到爆头机。我觉得应该是有爆头机，因为我觉得我死蛮多次。哇、wow ，我知道爆头机。嘿嘿，好，其实我知道。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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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yeah ！我现在是全部按结束，他说结束后会变成觉醒素材嘛？结束后变觉醒素材？对啊，就是都不领的话，你们要一个下来的。怎么了？谁要走了？黑月跑去他们朋友那边了、啊。黑月？哦，那一直下去啊？对啊，不然我们两个。他们朋友过来我们这边啊。没有、啊，然后黑月去跟他朋友玩。哦，对，之前就一个两个人啊。哦，半桶啊。还有一个那个英文字也是他朋友的。那才把他踢出去了。那就下来吧。哎，离空！哇，我刚刚手机摔到地上，还好没有砸到咪咪的尾巴。哦。我还应该会超痛。好了，多砸几次他就习惯。嗯，你踢小拇指有踢习惯吗？是还蛮习惯的啦，不过还是很痛。对呀、啊。惯性就会踢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我去方便。那我也去。啊？方便吗？
好了，走吧，走吧，走吧。还有人没回来？他去哪里 ？Same as you。什么 Same as you？ 我跟我一样哦。就等你一个了、okay. 天哪我的 T 抱歉哇、欸、等一下我还在撸猫啊好了啦放下手上那只猫这边你在拍肚子吗这边不是的放开眼睛了啦拍肚子他已经不会再跳到我身上了 Not anymore 翅膀人走开了我想到昨天最让我感到难过的为什么的鬼人要喝不下去叫他以后自己先下去不帮他喝啊！やつは消耗するとエネルギーを吸収し、その場のエネルギーが枯渇する。哎，没播广告哎，按一下，虽然没有人。哎，他转身嘞，那就打他的左边了。行。天哪，我的秀一下都没砍到。喷我了！对，又啊 ！Nice， 他都没到。他没有回中间，所以要继续推左边。哦，我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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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嘛。那我先打左前脚哦。好吧。因为他。要推左边又不能打头，让他后退。我是一直在瞧位置，不然我打不到他的，可以打头了。他一分三嘞，他不对着你。好高。
哇，海狗说话了，谁的？破头了。好，我另外一边，好，没机会了。浮空龙，浮空龙，他拔掉了浮空龙，不要闹。对，你改蝴蝶吧。他的登陆是浮空龙啊，我按一次就把它更新掉，登陆更新掉。我退游戏，我不打了，再见。哦，眼睛要爆炸！你是说我后面的浮空龙的刀吗？不是，是我头上那一只。你吃到广告，再顶。为什么有人的血是长那个样子啊？欸、对，好屌哦！你还好吗？我刚被呛啊！下吗？好。啊、这套没有准备，我能够觉得有点慢。也是啦，如果要准备舞的话，我只有棉斩斧才有。就看你要哪个，准备舞就是安全啊，你这一套是伤害。那可是睡着的话又 不太好搞，不是吗？啊，什么东西不太好搞？因为我准备我是棉斩斧啊。嗯。对啊，啊棉斩斧的话，打一打打到睡着，这样好了。我是可以直接换啊。不要，不要棉斩斧啊。对啊，因为我爆破斩斧没有那个啊。我哎。纯攻击。没有，我没听到啪一声。没有，我被同时喷出去。有。对。头。好了，我不上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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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手手就是了，去手手就是了。King King King。哇塞，什么鬼东西？啊、你怎么去了？哎、欸，他沿路往地上喷，然后我就一直吃到一个火的伤害。哇塞，我真的是猜不透你啊！我来抓，好远。哎，你来洗吗，藏宝？可以。啊、哦！被压在地上，两个。
确实啦。听到大家在地上已经收枪了，我分打的。我躺在地上，我很想伸进口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不听使唤。他把你救了。我躺着的时候，我也看到我对面一个人也躺着。啊，不利息就修。啊，不利息就修。他已经很可怜，他不在，还要被你 Q。我说。就是这一招啦，他往地上喷，结果他沿路带我去吃他的那一招余温，变三温暖，很舒服的呢，年轻人。我感觉是做黑的。我尽量啊，年轻人。我来了，年轻人。不用来了，不用来了。我差点在他另外一面磨刀。哈？哦？安春。哦不，啊，靠北，是我，我是你，我也是番茄，因为我抓他脸上给他吃，这是肉送到嘴巴前面呢，我是布朗姆是不是、啊？来自浮空龙都挡住你的脸啦、啊！没有错啦，哇，怎么是你被咬？好笑。没事，不好吃。远了，晕啦！他在看我，他在看我，没事。我傻粉。好了，我傻，我傻。这只黄眼会怎样啊？No！这树乱喷呐。哦。有点远，有点远，有点远。哎呦，要死了！那边要出人命了！胖子跑啊！哇，小宝，小宝活了，他活了、啊，不愧是长期上架的商品。靠！到底有何关联？没有被马上下架、啊。OK。
被撞下来。走吗？我剩八发了，走了。走鸟。战斗快打完了，还没有破手。啊靠！不下去了，抱歉。先开始吧。你妈妈都爱你吗？ついに最下層だ。もうこれ以上どこにも行き場はない。泡立つやつを消耗させてエネルギーの枯渇を狙え。劣化した断点があるわね。壊れやすそうだけど利用できるかも。水啦！有钱跑啦！打右拳，打右拳，我右拳打很多。你钱很多？没有你多。你又知道哦。啾！哎，没事，我躺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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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杀分。再杀，再杀，没事，我再杀一个。他干嘛啦？他对于我杀粉很不爽啊。超不爽啊！我感受到了，很明显哎。咔啦，一发，咔啦，两发。这边不用麻将，这边不用。啊，不用是不是？这场面要爆凶水不用啊。没有，因为他以前的那个。OBS SOP 都是 OBS SOP 对啊，都是 OPOP 肥皂嘛。你的灰灰哥的皇室牌香皂。哎、欸！哦，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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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抓上去。我的天，地上好温暖哦，后面有龙。他的卡冲旁边打到了，有站高高，完了，我又没有剑气。哎、欸，好，我在他的怀里，没有看到他的动作。对 ，OK， 不亏，不亏，不乖，我去拿石头。哦、oh, 鬼，他去找你了。嗯哼，打了还不起来？起来了啦！左右哪只？右，右右右右前右前。哦、oh. ，看能不能爆掉！快灵芝超灵啊！超灵老龙，有了超灵老龙。
哎、欸，过了过了过了，回家求啊！求什么？结束吗？是可以的，要不然这很危险呢。剩十秒了，各位，你们十秒跑一跑啊！不用，他先跑了。那我也要跑了，我想跑去厕所。好啊 ，OK。温子安安，哦，要走了，温子拜拜。ご機嫌よう。来吃广告。好恐怖哦！我要吃生命保险啊！我吃，好，你吃。银板吃不到。破胸了，了不起啊！他是摔下去了、哦。他刚说要跑，我觉得应该是很急。哦。而且他已经一号过了，所以这应该是二号。哦。哎、欸，你们先走啊！其他人你们先走啊！他摔到马桶里面去了，还是你们要等他也可以啊。你可以打字。啊，感觉拉肚。你们到垃圾哦？哦，那可以啊，一起等吧。一起等，一起等。No。
怎么打个街谱又看到韩国语演唱会？妈的！风。哎，我切，没事，感受到了，闻到味道了，闻到味道了，嗯，拉很闻，拉得很稀哦，有点痛，我知道，我最近在拉，你进来的话题就是这么有味道，哈哈。换你的是不是？不是，换你家的吗？是不是？你是要把你的浮空龙换哪？你不是说一直要换？我换了吗？你还没换呢、啊？我没换吗？我看是浮空龙在飘，那不是你吗？啊，换了记得登录哎，不然到时候没看到。没，我换的，我换的。这边呢、啊？边？这边呢、啊？笨猫。笨猫。赫兹之拜拜。他差点开眼啊！太小了。好了，去吧。在哪边啊？尾巴胸部。嗯，后半段。手手。手手前半段都爆了、啊，剩后半段呢、啊？哦。反正三区就先打胸部啊。三区有超临界就打胸，没有超临界就打其他部位。懂 ？Understand？ 一点点。看起来你完全不 stand。你是不是想睡觉了？啥呀？我是打有点打累了，我想去看电影。魔戒没什么好看的啦。我们刚好在补他们八个人。好啊，你可以继续看完魔戒。啊，你现在是看到哪里？两小时的部分是哪边？感觉到他们刚进入矿坑。对对对对对。刚挖矿了。啊！起飞。枪杀！哼！看，狂甩、欸！对啊，甩甩那个呆闷，被自己逗乐是怎样？做人就是要活得开心。那我不配做人。我也觉得，我们当一只猫好了，不，我要当兔子。现在兔子的寿命太短了。哪有啊？少他们讲。现在当乌龟。现在靠腰。乌龟还不错。现在
兔子平均年龄可以到八到十年了、欸，哎，只能到十年，有那么久？以前最多是四到五年，不是吗？啊，以前我养一只，只有到我好像活了4岁、5岁就。那就是那时候的医疗不进步啊，而且那时候知识不发达、啊，啊，直接就下去了、哦。嘿啊，因为我们是近战，所以没差、啊。不是啦，他刚刚好像想去在第三区的位置，你看。他直接他不会直接到三区吧？会吗？是我，你看他的位置啊，我刚以为他下去了、啊。哦，我以为你说我们直接下去很怪，原来你说他。哦。哭啊！真的是哭啊！楼又要新角色了、哦。楼一？不是，一只什么沙漠什么鬼东西的角色。什么东西新角色？我没听到。楼，一只女角。对啊。我听楼一要新角色，我想到什么东西？嗯。啊，楼要出新的啊！好像要空降 KDA 女团呢、欸，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欸。什么叫空降？就是一堆女生角色 skin， 那个 LOL 不是有 KDA 吗？那个对啊，对啊，啊他不是说有那个另新的 KDA 造型而已吧？不是吗？不是要加入 KDA 变第五个吗？因为上次江江有传一张 KDA 一个粉红色头发的那个吗？哎、欸，我忘了，他的本身是粉红色的、啊，对啊，他那个造型是蓝色的。哦，你说那个我知道啊。啊，那对啊，他是空降啊。那、啊、我说 KDA 有一个有新造型不是吗？对啊，就因为有新歌啊。新歌。哇靠，真的是音乐公司哎、欸，我的天。LOL 就是音乐跟动画做得好啊，其他的都普通。对。动画我只服暴雪。暴雪的也很棒。甘霖不会跳上来了，我要去补子弹。好，我去换武器好。好的，跟我说一下，我这个是。哎、欸，哦对。我下去了吗？可以啊。还有呼吸，还有呼吸。我好了，我好了，好了。完了，那下喽。好像新歌也出了，就是被骂得很惨。有那个歌词版本的先出了。我还没有听。我听了。不够惊艳是不是？有一点跟 KDA 比起来，大家被养坏了、啊。他不是本身就是 KDA 吗？你是说跟去第一首叫做 KDA 啊？第一首不是叫 Pop Star 吗？是吗？第一首叫 Pop Star， 他们团名叫 KDA 啊！你在那边乱。真的？我忘记了。哎呦。第一首叫 Pop Star， 我还以为是平井坚的，那时候我想啊，平井坚的歌。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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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p Star， 君の嘘。啊哒哒哒哒哒哒哒，一发，两发。Lucky Lucky Pop Star， 三发。哎，我们等一下，不要再打了。好好好好。好，可以了，可以了。五发，等一下哦。六发。我怎么看到繁星跳起来就跌倒啊？好好笑！齐了，我被你的波及到了。Oh. 哇，你觉得好像哦？靠背啊！
没有爆。过了。好了。我去看一把。这次马有配合成功了，比较好爆。人家在转哦，他在看我，难怪。哎，你帮我解锁一下好不好？谁我吗？我解锁江江。好。哦，好。拿石头喷他脸，你解锁一下。花点最新科技啊！花点灵魂石啊！啊！花点灵魂石解锁啊！点连接石，帮他上链。我再回去一趟。好。哦，那刚好我上去吃一千。是啊。那你这边等等呗。好，我一直吗？是 gay， 我靠呀。哈哈。五千。哎呦，很快！他的后腿两只也都还没脱、哦。嗯。哦。看我，原来他不是在看我。哎，不生气了。他看你了，看你了。看到了，看到了。呀，到啊！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Oh no. Oh no, 我的秀。哦，一八，有机会。你不行要讲哦。啊，他不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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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找，我在找。耶！啊，nice。那就剩脚脚了。
左脚多还右脚多啊？我砍右脚，我好像常砍到他的右脚。我一直在打右脚。对。等一下，我的血我危险。哎，又得爆啊！我第一招就爆了。你们真的打很多。对。你不行要说，哎，我要死，我要死了，他死了才说他不行，那个走不掉，加塞呀 ，nice， 哪只脚？左脚，左脚，左脚要打左脚，你现在砍的是右脚、哦。米米啊，还有一个气体，没有，有两个哎、欸。哦。我的秀，软了吗？软过了，软过了，他还没吸地脉。好，我帮你杀个头。他吸地脉。再软，我再软。有气体哦，你可以带他去一下，大家兜风一下。来了。我、哦、有了。哎哎哎。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哦。在龙的左边，我快不行了。哎、欸，陈龙不听话、啊，没有累。全爆！他不看我了。嗯。我被打了，我也过去，我也过去。哦。哎。吸了。你们捅他屁股是不是？没有啊，我在逛街。哇，他尾巴是插在地上的哎！那剑龙不是剑龙啊，斩龙，剑龙，剑龙，原来是剑龙啊！冰呢、欸？好龌龊、哦！哎、欸，为什么是？为什么真的是斩龙哎？对啊，我是不是有讲？质疑我？他这边的，哎、欸，龌、欸、龊，顶两次了，龌龊。他这边的地形是不是怪怪的？好了，拜。
下见，拜拜。看我们等下怎么急？啊？什么怎么急？ご機嫌よ。因为那边我不认识啊。不是有艾米娜吗？那个最最最是黑月啊。最最跟黑月啊，不对，最最没打，好靠腰。对啊。猫之翼杰超 nice。对啊。黑月那边我也不认识，还是他们有认识的，请一个人过去。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问。要休息了、啊。没有江江、啊。没有江江累了啊！黑月那边的我们不知道都不认识啊，不知道怎么打、啊。刚好三个啊，也是三个、啊。对 啊， 啊那边三个啊，你们这边三个啊，我们这边两个，就是凑四四啊。嗯，也是可以的。对啊，啊黑月那边就是黑月那边。可是，去压一些等级。可是他们跑去他们那边的 DC 就很难沟通了，对啊，就是没办法沟通啊。我问一下猫之翼啊，他因为我记得猫之翼刚才说他这场完之后要去上班了。哦哦，我说这场，我说这新的一场。哦哦，尴尬，都是江江害的。我先按一下蒸汽，我把它按爆。而且之后有新任务，又有出打蒸汽机的一些东西的那个嘞，就是那个金之炼金票也可以用打的了。然后最高级的那种封印宝珠也可以打。买了，应该被人家骂。哎呀！就是东西都变很好取得了。哎呀，最后一次更新，什么都送你，跟之前龙之谷一样。那时候已经说那个要结束营运了嘛，然后还在开放那个氪金系统，有的没的。哦，点数商品300%。那时候就抽中一个，结束营运前的削一波哎、欸，对啊，那时候就是每天上线都会免费抽一抽，就我单抽就抽到了那个很漂亮的翅膀，爽。那、啊、可是就营运要结束了，不知道干嘛，还不能卖，可怜。哭，是在哭吧。出售无法持有的道具，回复药水大又满了。对啊，就要卖掉。如果我在开玩笑，不然那个字一直跳出来真的吧？我不知道卖了几波了，嗨。对啊，他要去休息。好，那、啊、所以我跟奈斯上来了。哦，三四哦，好啊，也可以啊。啊那非常的好 ，Very the good。来下哦，哇，这差多了。两个休息，三四。我刚才差一点就17，因为第三层还没有枯竭。我还没在还没枯竭之前把他打死。哎，那个 HDD， 哎，龙风力可以对名师造什么？造成怎样？就是更快让他吸地脉啊，不是吗？是，我记得是啊。他第三层基本上好像只吸过两次就没吸了，吸干了。地脉快没，地脉已经吸了快没了。两组在打、啊，他地脉没了就不会吸啦。可是我出来的时候地脉还有，那条线还有、啊，就是还没吸，就是你打的不够多啊。他到一定的被打到一定的伤害才会吸地脉啊。等下这个人是断线跳出来了还是？
有可能是断线吧。我没有注意看右边的画面，我只注意。会没有啊？那 HD 是要破断尾吗？我们第一层都不断的，你要断也可以啦。没有啊，这就是协议好啊。要协议好，看要怎么打、啊。对啊。所以我们第一层就是两段破头跟翅膀，手加翅膀背，然后第二段就打胸跟打尾巴。就看剩什么就把它打掉。嗯。还是你要改变策略也可以啊，先破先断尾也可以啊。我都行啊，我是看你们怎么打的、啊。我是看他们怎么打的啊。因为昨天真的是打太好笑，以为是我太烂了。哦，昨天我还想说，我们三个真的这么烂，是不是？对啊，破坏都不行。然后修修一加进来才发现，对不起，我们错了。我们伤害很高，但是太分散了。哦，分散。我们繁星在打尾巴，我在打脚，江江在打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破的。可笑啊！你要不要进来啊？然后我刚跑下去，把我的武器全部卖掉了。那我跟奈斯去断尾好了，因为他应该是要直接自己跳冲棍的。可以啊，可以啊。那不然就是第一局你们先断尾啊。我尽量啊。不行啊，你要断的话就一定要断掉，因为第二层会没人帮你啊，会来不及。那我拿斩斧啊，我看哪边要我就拿，我就去哪边玩啊。好啊，好啊。那这样之后还是要有人换远程帮我跑他的头，就尾巴断掉再叫节操换呢、啊，我不会远程。好，那我断他。那我就先打头打背啦。那你们近战自己瞧好位置，要推的话怕你们不好推。推哦，近战推那个第一层推位置不好推啊，你们自己瞧好。那你拿远程啊，第一段我们一样再打头啊，如何？啊。但近战的判定很怪，他砍的时候，有时候你明明是砍左边，他推右，推左边啊。你砍左边，他推左边，超怪的。那等一下第二轮的，第二轮的凶谁要破啊？一起破。我。哦，好。没有，第二轮一起破凶啊，就是有灵界就打凶，没有灵界就打其他地方。有听到吗？因为刚刚江江听不懂。我听懂了。江江刚一脸疑惑。啊。啊。你确定他不是疑惑，而是快要睡着了？可能都有。另外一个主出來了。我不知道隔壁状况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两个还在任务啊？天大。天大三啊？谁啊？熊猫。这是谁？是朋友吧，不然他进不来啊。不对，你刚刚打的那个，你有按全屏吗？你是在任务参加者里面打还是全屏？我在问他。对啊，我是说你那个全部是打在任务参加者还是全屏？你的那个问题啊。任务参加者靠腰啊。对啊，那所以他看不到啊。你有全屏啊。他谁？你们哎呀好吗？天哪、啊！很打算啊！对他们剩两个人呢、欸。对啊，剩半桶跟那个黑月。黑月和那个。拿大剑的，我觉得他应该会超过时间出来的。
个人实在火力不太够。而且我看他在我们出来的时候，他就已经出来了。okay. 我们还不能继续帮打。没错，那哎，其实还是有一个位置啊。没有吧？他不会让你进去吧？你能进吗？欸、我们打完的不行啊。哇，打完不能进啊。对啊，不然昨天就进去蹭了，蹭素材。他就算显示圈圈，也是不让你进。对啊，他在卡在那边。好啦，逛死定了。开逛，对啊，欸、快特卖啦，不是吗？哎、欸、哎、欸，教主，哎、欸，之前我看到人家开台那个，很像那个，我知道啊，很像英雄围城的那个啊。对，你是我都買了那个好玩吗？还不错啊。可是它只能单机啊，可以多人啊？为什么不能单？为什么可以多人单？嗯、我看到多人的游戏啊，它游戏里面那我看到多人游戏、啊、分割荧幕。他是单机多人呢、啊，应该这种意思的吧？是吗？对啊，因为那时候我没有讲啊，因为这个没办法，就是线上连线啊。哦，啊，是还不错玩，我有去弄他那个。我看你跟狐狸都有在玩啊。我只是刚刚才买玩了几分钟，还蛮好玩的。嗯。我还在想啊，欸，他汉化好不好装啊？很简单，蛮好装的，就那种，嗯，点两下就好了，是吗？就是只要把东西放进去就好了。哦，只要进去就好了。那他解压缩放进去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好，就是这么简单。你看刚刚是不是放进去底巴就断了？什么东西？没有，我刚刚跟你讲，我们两个同时上去。然后他是要软化，我也是要软化。可他下来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凝结了。他就说我骗他，我说没有，我怎么知道就插进去，然后就破坏误会。我说没，他骗我说要软化，不是你真的要试试看用滑鼠玩，不要顺手就直接左键右键按下去了。我有手把，我不需要滑鼠。我差点连打都用手把他打了。好，不过他只有四个职业那个游戏。嗯，好，等一下来买，等一下买来玩、嗯，然后就不用剪片了。没日没夜的开始刷装。我就是喜欢玩这种啊，要不是之前流亡暗道，就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没玩，不然我觉得我也是一直玩流亡暗道那种玩家、欸。我是等二代出了才会继续玩，现在已经不会。求力 POE 小教室。这是台服最大那是哪里？那怎么讲？交易平台。求力那边、欸。他只要出什么装，那一套就会涨。我还真不知道。真的啊，只要发现一套装备，一些很奇怪的流派，那个流派的装备就开团。然后昨天才看，可能不到100块，突然今天怎么飙到1500块？太贵了吧？哎、欸，我现在想到那个新进来是他朋友吗？如果他朋友怎么没有？我就说 Panda 什么？你说什么加进去吗？那我不能进啊，他进不去啊。哎、欸，是时间超过不行吗？时间超过是可以。他第二场不会让你进去蹭，时间到可以啊，只是你没奖励而已啊。我理解成说是因为我们打完所以没办法进去。对，我们是打完没有进去啊，是不能进去蹭啊。哦，什么意思？你们先出发什么意思？啊，什么东西啊？我可以说什么？想说等不到人直接出发了。啊？你在讲什么？可以攻杀会，可以。哦我知道，他是说他刚才等不到人就直接出发了，等他那个队友。黑月在打第一场了吗？当然，黑月你是第二场吧？你是第一场还是第二场啊？你第二场。所以你的朋友也不打了、哦，你们两个人打而已、哦。还是他刚刚是第一场？
你们有再去确定他一下时间吗？刚两人打，嗯二。那是两人打哎、欸。两人打第二场哦，那就走啊。他们好了。所以现在没事了齁，都各打一场，第一场了。我看到他们队友出来了，两个出来了。有啊，看到。四个人吗？因为他们四个有啊，偏打在动了，啊那个 F 可以也在动了。没有 F 没动啊，我看 F 的还是有啊。你喜欢？F 的那 F 的是挂机号啊，他是挂机符号啊。挂机号。对啊，他显示一个禁止通行啊。他们应该是在同一个 DC 群组，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只可能就跑去厕所之类的。你看，我也会慢慢走吧。你看吧，转弯那么厉害是不是？厉害吧？那么厉害，还会转弯哦。不用拿钓竿了。你的猫超怪的啦！你干你屁事！你试试看，你猫也很奇怪，好不好？我这边看你，哇，我可以正常走啊。它那个猫在蠕动，你知道吗？哎呀，你看我可以这样走，你行吗？我等下进去拿钓竿，你行吗？哎，在这边拿钓竿啦，拿！我家的猫走前了，我家的猫走了。大家全程都用枪吗？来啊！大不了不要赢。对啊，来啊！大不了不要赢。看到，好像是炫鸟的太刀，不知道有没有看错。炫鸟只是皮肤外观吧？那种底的。眼睛要张开了。翻了。秀秀。不用喝，不用喝，我喝，我喝。要跟秀秀一样，为什么鬼人要喝不下去？为什么奇怪？最近都不能喝鬼人药哎、欸，我快气死了。那我下去了。好。好。嗯，我剪过了。从哪边开始打？看先打。哒哒哒。对啊，看第一次往哪边推就打哪边。啊？那个 Panda 是？我也不知道是谁啊、欸，你们不是朋友？他不是你朋友。啊！没有，因为他怎么对啊，他怎么进来的？应该有设好友吧？我设好友啊，我设好友啊，那是谁的好友、啊？要踢掉吗？我看一下，我先瞄一下是谁。我这边没有啊，我这边也没有啊，我也不认识啊。HTT， 然后 Nice 还有教主，还是应该是金哥来的。然后重点他，我们一个朋友到在美国，另一个他说他要去洗澡，这样我会。你打不了。他、啊、什么意思？一个要洗澡。他洗澡了，他朋友去洗澡。一个要洗澡，然后另一个到现在都洗不了。哦，F 那个到垃圾不见了，是不是？对对对，不知道到底哪里。好、哦，那你先等吧。你要跟那个，你直接跟他先口头讲一下吧。你跟那个小猫讲一下，看看要不要进来。我推的位置五块。没关系，我打右边。要不然。没事啊，没事没事。原段墙壁恐爆。哎，佛放到底什么意思啊？放推啊。哦。哎，还在那边吸哦。那就是玩好玩的，佛放，随便玩。嗯，好，哦，脱离楼太久，怎么最近去看一个楼台，就打出“火放”两个字？通常打楼会打火放就已经放推了。我就看，
就看那几个台嘛，哪几个就啊放推啊，我还上头。哦，那我知道了，都别赢啊！我已经很久没有关注他们了。我是真的没得看，突然看到有人在 host， 就 host 过去，就说。啊，上头啊！我就快笑死了。突然在剪片剪到一半，突然一个很大声的高分贝。哇，要求还行吗？行啊，他不要看我都行啊。回那边是不是？好，好，他怎么转那边？喷你啊！玩错了，车有了吗？还没？好像可以吗？我这边看不太清楚。好像可以呢、欸。还要往前一步了哎、欸。哎、欸，可以了，这可以了，这可以了。可以了，我丢了，我丢了。其实看你们聊天是自己聊得很开心，我很欣慰，这样就不用管你们了。听起来像是 Moss 才在聊天室，很棒。那很好啊，因为就不用管你们了啊。啊还想起来飞起来，我还有飞起来，什么鬼啦？我在看。我还在喷水啊！推，要推另外一个石头。嗯。啊！叫嘞，推太慢了，真的。前面多拖了一个进网子啊，没办法。那你们看要不要断尾巴？对啊。现在只有破一段头而已，看一下。还是我帮你去破？可以啊。看你们啊，看你们是要断尾还是继续破啊？那我帮你去破，第二阶段我再断。啊、他第二阶段啊，第二场啦。第二场，你看我都懂他的意思了。抱歉。那，我翅膀好像两阶都没破一样。翅膀都没破，两边都没爆。因为他，我是交互在用啊，所以就很散啊。对啊，因为。推的太散了，他头一次换我就换底板。啊，谁？哦，来去。那我拉吧。断了。断了，翅膀断了，我是蛮想看的啦。另外一边，剩头跟背跟断，背跟二断头。
哎，你给我到。有。在走啊！因为我没看到你吗？慢慢走，没事。哎、欸，谁跟我抢？我。不是啊，你软好了哦。最重要的是，好像是你先上去就……哎、欸，你在头上竟然没有被他咬下来，厉害吧？我捂住他的眼睛了。然后这时候我们就破，对啊，你换了。你要拼尾巴吗？好啊，也是可以的。好啊。我的左前搭比较多，我先搭左前。这里有什么奇怪的东西？他没看我喽？哇，你血量好！你知道那时候我们刚刚就跟江江讲，哎，江江不行要讲哦，然后不理我们，然后死掉了啊！我不行了。好像很厉害。对啊。我来拼一下行程啊。你要这边拼吗？不下去等灵界再拼，因为他骑三次就上去了呢，很恐怖呢。啊，没有啊，破胸应该是没差、啊。尾巴、啊、哦，好吧。那、啊、太大了。对啊，尾巴也比较好断，比较断抓的。第一阶段还好。好啊，都可以啊。啊，你们怎么骑我打的？我以为不是，因为我刚快被挤下来了。谁？黑月吗？因为他跑过来了。你们那团炸了吗？黑月。啊，打字没反应，什么反应？问他们没反应，应该是去。哦。啊！我被咬了。好，我来。我准备好了。我知道后面他穿过石头咬到我。哎、欸、嘿，是往后面的吗？
绝。而且他这是不是想让我集红盾？超难集好不好？没有、哦，那个没，我就刚才就专注脚了，结果他脚两次都闪开。看我喽，自己小心。最来嘞！哎、欸，对，哎、啊，可是他的两个队，他的朋友，谁两个朋友？他说不见了，不是吗？那还差一个。叫秀秀啊！找他们能凑单的啊？秀秀能算一个人吗？对耶！你知道原本收下的话就是这句话。他是17%的队友哎、欸，14%啦。哦，14%是不是？对啊。我昨天没认真，他也才30。有没有听到？昨天他是拿属性异常，而不是状态异常，而不是攻击力哦。打一打，被他凶。他被你凶？他凶。打一打。哦，想到你，他你被他凶。没有啊，在打的时候他也凶过我一次。他凶你什么？你会不会玩魔物猎人呐、啊？这样吗？我只记得，我不太凶。我觉得我要去。哦，没有。你们剩四分钟能撞我哟。知道，我在尽量。我也在尽量啊。所以跟你们传教一下，大剑比较好，不会破坏。不是啊，大剑要一直追啊，想骗我。啊，问题是我都追得断啊，我追不到啊，怪啊！你骗我，你刚刚跟我玩的时候，整天也在喊哭啊，你想骗我？有啊，我喊哭啊，可是我还是有断、啊。我破胸也破很快啊，一下1800哎，怎么可能不快？超临界断，可以起啦。我、哦、起得好啊。我来了，尾巴。断了。耶、yeah! ！你看，我的大剑挥个六下也1800。okay. 还有哪里？看他前。先打左前，左前。好。左前应该快过了。主要死人了，是，我要不容易躺在地板上，我傻了，我傻了，我傻了，我躲石头后面没事。要死人了，要死人了，真的要死人了，知道我在这傻了。我前脚破了 ，nice nice， 右前脚吗？应该尽量打吧，反正就尽量打了，不乱画。好，出人命了！哇哇，这个跟爱情一样，
这个来得太快了，我没办法反应啊。真的哎。哇、哦！爆炸啦！哎、欸，他下来喽！不啦不啦，他喷大了。哦。开大就开大，还是下来了。他要进来的。那个下来了，没错啊！你怎么了？你今天、啊、你今天很凶哎、欸。有吗？是因为江江跑去看影集吗？没办法凶他，只好凶你。哦，你还好意思凶我？不能凶一下。哇，他有起飞的。哎、欸，怎么了？太、欸，我要。飞翔转态是直接点二连打断嘞、欸，买啦！起飞。哎、欸，不给面子啊！好了，哎、欸，还没有，没有、啊，没有，他在顶你啊，只是吼个，吼爽了，吼爽了没？那个画面，我五秒钟前才看过。啊！啊！他都不给我偷歌。好险我挖尾巴，我没插，他尾巴还在。哎、欸，对耶，对耶，你是秀秀。我死掉，我死回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挖尾巴，我好棒。那、啊、秀秀，那等一下中给你们爆，我拿中我来当坦，我来洗上台。啊，你谁拿水？谁要拿那个水宿舍？或者是我看一下哦。还是五吗？不是啊，一定要有人。奈斯跟波西爆凶吗？看你们啊，看你们怎么抢、啊，不然没有人弹，不好爆啊。我知道啊，可是爆凶的话，就可能要交给奈斯或教主。爆凶？啊、为什么爆啊？不然，不然相反吧，交换啊，野草弹啊。我真没有大劲装啊。那我来爆啊！我有。我也没有坦克装，我坦克装弄掉了。坦装就拿一般的重弩坦就可以了、啊。是的。嗯。就拿那个炮速重弩啊。好。然后记得要带麻哦，就是超临界的时候帮我麻一下。我会啊。啊，看要不要免也可以。免就很难的吧？还蛮简单的。还蛮好免的，说真的，秀秀都能免他了，你觉得很难吗？啊？秀昨天第二区的时候，突然他躺下来，我说秀秀你怎么拿棉锤？重弩不是棉跟麻都可以打吗？可以啊。是啊。那应该不难吧？诶、欸，洗澡的回来了。谁？什么东西？洗澡的回来了。一个半桶洞了。那你看你们看你们有没有拉一拖啊？不是第二场了哦、喔。我等你先打完。最、啊、最可以过来，那他过来吧。对啊，最最也在啊。我说他知道我在哪里打。哦，拜拜，拜拜拜拜，慢走慢走。拜。有人接吗？我准备接。好。
睡得那么快，有没有吃饭？谁？你呀？我有吧？有啊。Nice。啊。我想不到我们破坏王的组织啊，你刚刚都没带破坏王吗？还是刚刚都没、欸、HTT 他在哪？就那沙皮哦、喔，然后带新手吧，就把新手骂得很惨，是因为那个新手说他珠子不够，没有破坏王，就是狂屌他。我这样要屌他、啊？嗯？他就是没有，他就是新手没有破坏王。对啊，说你要我带你可以啊，那基本的破坏王也要给我插满三个吧，这样我怎么带？然后就关掉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后续是什么。这么扯，可能他不喜欢装备没起。嗯，要带你可以，基本的还是要有。然后，这是礼貌吧？如果是像秀秀那样的新手，我也会生气的。那、啊、如果他只有一百等不到我，我就还好。我很认真玩啊，你感受不到吗？哎、欸，我现在还有17%哎、欸。我昨天是跟醉醉打，还有34%，然后还凶醉醉哦，秀秀。就秀秀凶的那种，不是因为他玩的很烂，还是伤害打太低？那伤害打太低，我还觉得没差。只是他感觉没有去把该打的东西打一打，就觉得很烦。我也觉得没救了，我在干嘛？哎、欸，不然下去了。有吃到了。等一下啊，我按了 L 1要拿怪力种子出来，就下去了。哎、欸，所以不用断尾、欸啊，那轻松多了。秀秀，刚刚右前有爆吗？请问右前没有，没。コロナです。行きましょう。慎重に行きましょう。阿青，阿青，哈哈哈哈哈！太多拍掌了吧？开始拍耶，疯狂拍。欢迎招用啊！
他那一次掉下来，忍不住掉了出来。欸，奈斯的衣服是哪一套啊？明灯笼呢？明钢伽马。哦，翅膀好大啊！啊！他喷水。好难受。你是不是因为都打到后脚，所以先软后脚？干嘛？对不对？不要那么积极好不好？我讨厌你这种直觉敏锐的小子。有时候我都有来偷偷观察啊，秀秀还说你怎么看得到？我以为你没看到啊。又先爆了，又先爆了。为什么你看得到？我怎么看不到？看得到。啊！有被吃吗？有 ，OK OK。我拿中毒中狱闪不掉这一招。没事没事，有队友在，我被他脚踢了。没事没事没事，你的队友不是秀秀。他飞起来可以顺便踢我耶，厉害。哇，他在这秒刺啊！对你拉苗，好好苗，这样我们才能打。又继续苗。你站远一点哈。是很想进两分站的站。好，我们要晃眼了。我失去注意。好重！我爆了，爆了，爆了！Q 加九，呵。哎、欸，怎么玩到手好快哦？抓错边啦！玩得好，终于不是插进去了。过来。好，太大了。G 三，我看得一清二楚哦。被抓包。黄眼的，黄了黄了，我去拿。哦，我趴过了哎、欸，趴过。呜、哦，哇，我不起来。然后哪里没破啊？腿推，左腿而已了。左后腿。为什么要用碟子？腿推，腿推。啊！你被锁定了。帮你软啊！哦，怪怪的。
哎、欸，没有人这样的啦。晕了。你太怂了，不会晕的。来这种 combo， 我可以去补粉尘。我也是哎、欸。子弹。那等一下就是超临界就骂他，然后打一顿。再骑他。下面他，我觉得再骑也可以，看他哪个先。变成，反正一定是先马。啊，快马了之前讲一下。嗯，射几发要讲一下。大概第五发、第六发会马。然后不要像讲那样，我们射五发啦，我大概嘛。我天啊，到处消费人，我好坏啊！哎呦喂啊！消费不是。哎、欸，我真的会、啊，我真的会死，我没骗你。我等一下，我好像在晕，等一下。我被撞到不能动啊！哎，来不及了，抽个武器，五个魂针就没。不是他在喊的时候，我看到，可是我在收武器啊。我被 combo 到完全不能动了。天啊，鬼人要起来！哎、欸，超了，你要下来？你等他，你等他。我要起来。我开马了。好，你可以马了。三颗。等一下，我一定要克鬼人要，不然伤害不够。好了吗？这下来在路上了。大家在很爽的炸。有点远哦，我跑过去。我先让他全弹发射一下。好，可以了，可以准备马了。没有，我先吸引他注意。都 stand by 好了。马了。哟。那再是免吧。对。两颗免。三颗，四颗，应该剩最后一颗。啊，我被打了。你有被咬吗？有。啊，来不及了。哎、欸，有。哦，我拔。碎了。哦，对。拼这一波啊！我跑，好吧。想要给你龙骑。嗯，给你吧，你真续好了。我真心很废啊！好吧，我吃一下蜜药。还背钱？哇，背钱！你要打他头那个吗？小炮，这样就全爆啦，在胸口了。啊，拉回。被骑的那一集少年。哦。哦，需要不？来了。来了。撞他！我撞他了。
新人。哟，给你。飞起来了，刚好被压，刚好被压，刚好被压，拜拜。Nice， 好吧，你刚是希望 Nice 把石头搬到你旁边吗？叫成这样，Nice 救我！我希望 Nice 用他的超虫棍救我一点。哎，我好像断了，我看你们三个不动了。你好像断了，你一直在跑。对，我断了。那谁要去破胸？就等他超临界，我们就打胸了。那你应该还要需要弹。我去换散弹。好啊。超啦！啊，什么超？哇，超临界啦！啊，我来了！哎，你在教他？行。哦，有气道，冲过来，不过太远了吧？啊，还蛮远。哇，我挥得到，是油。我来了，好远啊！破了破啦！输出输出！剩下这几分钟，不知道可能打不打的。可以啦，那个 HT 都在隔壁打完了。快快快！他是不是可以？可以怎样？还没炸到，跟他头很像。快到了，他的头。还没。nice。可以可以可以，这下是全力输出的。哇！啊！我晕啦！没事，旁边滚一圈好了耶。他现在还会超临界。GTT 让你失望了，我没死。哎，没有了。没了。哦，不是快，那就还没快死。超临界了，碎了，快使用他护头了。来来来，这边有，这边这边有混成，吸一下，来这边吸一下。我差点抓起来，这边呢？啊，没炸到。有啊，1000。好，你有十痕，爽。
过来。那个红眼哦。用来，奇怪，怎么回事啊？不是四环出 bug， 可以不要嘛？你赶快下来让我们打一打好吗 ？HT 都打完了。哦。没让 ATTT 失望。哎，看到那个，怎么了？就是哦，完了。超时啦！超时了！什么？超时了！我傻眼呢、欸。你傻眼什么？喂，谢谢我输了，谢谢我。又不是我害你的，你输什么？更新资料，我不用看啊，我这边有军师跟我说更新资料啊。黑龙啊，没啦、啊。哦，还有力战王冰咒龙啊，没啦、啊。那你怎么现在才出现？因为我刚才到家。你怎么现在才到家啊？不，不是刚到家，我才刚洗好澡，哎呦，吹完头发，哎呦，开电脑，哎呦，吃宵夜，耍废，原来耍废也有。为什么要讲什么？哎呦！我要讲什么？干嘛呢？靠腰！你看都会呛靠腰了，天哪！什么东西？来呀！好爽啊！什么都没拿到，都我来了。哎、欸，他们，等一下问一下哦。哎、欸，黑月，你们是刚打完吗？还是输了？看一下，参加。什么黑月？你在跟谁讲话？醉醉，跟黑月讲话啊！我在跟谁讲话？我在跟醉醉讲话啊！黑月他们讲话啊！他们不在啊！有在看台、啊、你有看到黑月在打字，你说他不在，好夸张哦，他没在看台啦。哦哦，眨眼呢，你看啦、啊、黑月都他啦。哎、我不知道，你就是没看台才不知道啊。我有看，但我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我怎么知道你在跟谁讲话？黑月啊，我们才刚进而已，我们还刚进啊，快接 TT 接 TT 你接，接你 TT， 对你最近，你打 ADC 啊，我没在看 DC 啊。Panda 说是我的粉丝，我的粉丝，他是从名片跑过来是不是？没有，没对他没印象哎。不可能啊，你有他好友的话他才能进来啊，你不是设定那个。我认识的熊猫就只有熊猫团团啊。
我以为是福田达。我一直认识福田达，他是我在宿舍的好伙伴。哎呦，好可怜，好可怜哦，可怜仔，怎么好可怜？哎、欸，快点，快点，我们要输了，我们要输了，他们已经破头了，翅膀也断了，别紧张。还有一个人类。哎、欸，秀秀，你先去赚钱呐、啊，不然你又没有衣服穿。赚什么钱？有啊，我今天买了很多件衣服。啊？啊？衣服？你不然你给我们各100块，我们带你去刷钱。哎、欸，等一下，我听懂你在讲什么了。你在讲魔女，对不对？靠腰、喔，不然嘞。他说他觉得我很有钱，今天又买了好几千块的衣服，这样子。对。我想说，你怎么知道我去买衣服？看谁说，我怎么知道你买衣服？我想说，你怎么会知道？我最讨厌你这种直觉敏锐的小子。为什么会知道？ 我还没有po文，你怎么会知道？繁星怎么都知道？因为你欠我钱还没给。我没有欠你钱啊。200块。不是，那个不一样。那天是七夕情人节。所以要给700哦，好，谢谢。有信要赚快呀！等一下，我等一下传汉话给你。No. 好吧。好了。好、啊啊、然后那个汉话你要看第二页哦，他巴哈的。第二页？啊，你不是直接传那个给我吗？不是传档案给我？不是，他有第二层那个，因为版本更新啊。哦。然后。那你等一下教我。那也很简单，只是去。另一个地方放资料夹一下。我跟你讲，对于安装这个东西，我就等于是一个秀秀，可以吗？什么东西？要是安装啊，破那个什么模组什么用的，我就是个秀秀。秀秀已经变成代名词。我很笨，我很臭，我很烂。我真别说啊，我也是啊。为什么我是？我到现在只有装过中文汉号模组啊，其他都没装过。啊，我也没装过几个模组啊。哦，你装的可多了。你装的可多了，你装还比我多哎、欸，你知道吗？哪有？哪没有？我就血量而已啊。晒啦，掉落物吗？掉落物是你给我的耶。那你是不是装的也比我多了嘛？那跟你我现在只没有比你多。你要你还外观呢、欸，低能啊！怎么、欸、推错边了？哎、欸，推错边了！太难了！我太难了！我一直在打头啊！我没有用外观啊！太狡辩了，太狡辩了啊！不是会卡，所以外观不会卡。我的会，所以我把它删掉。你是装什么外观？为什么会卡？我什么都没事，你就出事。推，就是网路上推荐的前几名的那种。那就是，啊、靠！为什么我每次要软头就零解啦？他不是只有一个键吗？我是按一个键呐、啊，是不是？秀秀，你来就这样子哎、欸，好奇怪哦、喔。哎、欸，有吗？有软到吗？哎呦哎。好，他继续往后跑。哎、欸，秀秀，看我怎么玩啊？看你什么？他不想看，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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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我在看台啊。屁啊！打字，现在十秒内，三、二、一。十秒。十秒够你打个安安吧？不够啊、欸。我打一。有在下面吗？啊、好像有点距离。没有，要再推一点点。他还在打头，他差了一个秀秀的距离。哦，你看，我们第二区了，我们在干嘛？我尾巴在下面呢。那你打，你打，你打，打到吗？
没有了，这一定可以了，丢到了。啊，好 ，nice to 先打呗。我刚刚看到繁星卡了一下，我完蛋了。哦、是网络电脑是要再会了。要是网络又炸了，网络问题，我一律建议买新电脑。我也想买、啊，太硬了吧？现在没钱啊，太硬了。那换另外一边。网络太硬？不是啊。哎，这扫到这边来。哦。没有吧，在陷阱上面了，他只能下去。毁灭的爆发海潮。坏死，坏的托纳多。为什么？啊？上不去哎、欸。那是打头吧？啊、好，我看到龙。哦，没有。被自己的骑士龙蛋骗到。完全错坏头。好快！啊，你怎么破？你也破好快呀、哦！怎么会这样？我没发现他在崩我。他跑了，无子弹。是吧？一个都没破。第一阶段也还没破。もっと V 破壊を狙うぞ。下去的好，嗯，是啊是啊，三回，装可爱啊！要被咬死！我来了啊！哦，来，装装。什么装可爱？看我在看你的台的声音，妈的，我在回你的台。啊！哎呦，怪你了！
难道你把我声音调得超级小声，然后你听我的台是不是？对，我想说奇怪，怎么两声？不是啊，为什么你要把我声音调小、啊？很吵。不是啊，我你不叫我看你的台？用看的啊，不用听啊。哦。晕了。请问你哪边有问题？我现在很想睡觉。去睡啊。睡不过了。打飞了。去困呐、啊。可是怎样啊？可是什么啊？可是我不想睡觉。很烦呢、欸。因为电脑关了就会突然想睡觉了，精神都来了。你是在耍人呐、啊？是。我的困意在耍我吧。他说是。你说是哎、欸？是我的困意在耍我。我叫困意啊，从来没听过。就是睡意啦，困意。有人第二次。谁啊？我从来没听过困意耶、欸。我听过困饱。我也听过。困意不是很多人讲吗？没有哎、欸。真的假的？我真没听过哎、欸。真假的？像梅普一样啊，新的名词吧。像掐倒一样嘛，你听过掐倒吗？有仇恨哦。掐倒。对啊。掐斗。对啊。有这种东西？我们那个年代的啊。我也没听过，我听过掐斗，没听过掐倒。你是台湾国语的，超好笑的、啊。台湾国语改。我们有一个很。中文很烂，那个台语很烂的人，硬要讲台语，然后他怎样讲？不是，不爽的台语怎么念？美颂对不对？对啊。你知道怎么讲吗？美颂。不是美爽。美爽。每次都拿这个来那个消费他，你这样只会美爽哦。我好坏。那美爽就听起来就很好笑啊！我被咬了。来了，还没啊？我说我准备了。哦。不对，有没有听过困意啊？有吧，有困意吧？哦、你打困意，它会自动帮你选字成睡觉那个困呢、欸。你现在是要我打龙的时候打？我的右拳手打比较多，你们呢？打用前手啊，不对，左前手。哎、欸，真的有困意，这到底是啥小？对吧？一定是新的名词。要不然就打左前手。我都是讲睡意。我是讲睡意啊。我很常听到困意，我身边的人都是讲困意。那就是你身边的身舒适圈啊，不是舒适圈啊？对啊，你的舒适圈。会讲我困的，我的朋友讲我困意。说哪一只脚？左前。左前。因为我很常听到“困意全无”这句话。自动选字是昆阳那个是用手机打的吧？我是用电脑打。Go go go！ 昆阳，那看起来就是用手机打字的、啊。我看起来也是困的。我的是哭呀。看一下我的。哭呀！我的也是哭呀，我的是可以，
还有常对谁说可以？没有，就是我很常跟我朋友说要不要去哪里玩，哭呀，可以啊，可以啊，我很常回的就是可以啊。要不要去哪里玩？哭啊！白痴，有你哭呀！傻眼。对啊，我的都是哭啊，没有哭呀。哭呀听起来也太装可爱。对，就你啊，我才不会抢战，我直接哭。你会直接哭啊？你哭给我看。他会直接哭啊？哭给我看啊！你干嘛？没事要哭，我又不是那些。王美，哪些？来，你说。科尔必斯表。昨天丑女今天又要讲什么？对啊。我又不是。你又不是什么？那个演员三秒内要哭，对不对？我现在欠我六百，对，六万。看我什么时候就欠你那么多钱？我要不要欠你？你是不是真的每次私下都要跟你录音啊？哎，有被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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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起来！我看到有人在上面，然后在上面就被咬了。我靠！我靠！打他，我真的超不敢穿他的衣服加双刀打哎、欸！我晕啦！我在他手上呀，抱歉。我粉尘剩一个哦。好。哎、欸。哭呀哭呀，我把你中邪呀。这什么？好耳熟、哦。素呀素呀，我把你中邪。不，我说这首歌是什么？童歌啊，哎、欸，一八一八一八，对 ，three。左前脚没了，前右边右边，右前右前。我，你就搜寻啊，素雅素雅，我把你。然后我们班有个叫做雅俗的，然后雅俗雅俗雅俗讲讲就变素雅嘛，我们就在讲素雅素雅，我把你当下，那时候靠药、喔。好坏。来不及，他也太哭啊！谁死了？我哦，没事没事。他就直接叫做种树哥哎、欸。啊，什么事？种树哥。啊，不玩了。他也太直接了吧！电爆吗？都你啊，还有灭了。还是去当坦克，我来去破胸。所以是、啊、这只有左手破，对吧、啊？对，只有左手，还有尾巴，尾巴有破吗？要破尾巴没破啊？对啊，没破啊。我说要破，我刚刚说只有左手破、啊，我只有左手破。那这样就我坦了、啊，那尾巴跟胸都给你们了，好啊。好可怕的画风啊！天哪，什么东西啦？那一首歌。总之，狗鸡报仇心。哎 ，Nice 除了超重棍还会什么？忘记了，听奴。斩斧。哦、那这轮打完我也想休息了。
差不多啦，十二点了。拜拜。赶快脱离秀秀。真的。什么？来观台去剪片，剪完片早起去运动。最近都是早上五点才剪好片，都你啦！昨天十二点半到三点都是你害的，你不是你吗？要我，我明明什么事都没有做，就是你都没做事情啊！靠队友，妈的！我想说早上五点再输出影片。啊，睡又有点严重，想说啊，躺一下好了。不，我太高估我自己了。好了，然后躺下去就起不来了。哎，看到自己有胸肌、腹肌的感觉很恐怖哎、欸，你知道那感觉吗？从来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长在自己身上的东西突然长出来的感觉。对啊，你看哪天秀秀你的腰突然很瘦很细，你是不是会吓到？不会，因为那不可能，对不对？对，所以你会吓到啊，没错啊。不会，那会很高兴。怎么可能？可怜呐、啊，连白刃都没上到，就跑。刚好上到，我拿脚来。没办法，还要回帐篷。哎，Uniqlo 的牛仔外套是不是很贵啊？不会啊，不会吗？多少？其实算蛮不贵了吧？哦，1000左右。我问问看而已啊，因为我没买过啊，想最近想买。不是吧？你看你要买哪种吧。嗯，没买过啊。你有推荐吗？你要买什么外套？牛仔外套啊。我来看看现在有什么。多啊，1000多啊，还好。好美啊！哭啊！可怜呐！哭啊！七人大回旋五次都没有，五次那个勾都到，气死！我卡克克洛斯啊，你们加油！好。哭啊！想说，剑切都剑到了，就没有用最后一下，用到最后一下。对啊。
飞起来。哦，差点出事情啊！要出事了。好、啊，完了，等一下，等一下。我晕了。好，收枪、啊，我还在收枪。啊！刚说完。晕。他这手速太慢了。没关系，我出触发的不去。好赚哦！我该塞克斯区了，可恶！来、啊、看我的，我去塔墙啊！往前飞，往前飞，咻咻飞高高斩！哇！傻眼了！咻飞高高斩！那看起来就不会斩到。打到膝盖啊！你也知道不会斩到。你也知道，真的耶，他都喊出来了，那感觉就是你们都到了，我就开马哦。好，都好了吗？好，那我马喽，再一发。再三八岁，你们都怎么看他要睡了？古就大概啊，哎呀，睡了，炸哪里啊？哦，炸胸！哎，有人把他打醒了，我看到了，笑笑，不是吧？就笑被高高斩啊！我没子弹让他睡，所以好，我懂。可是我在他倒之前才挥到最后一下呢，还是没有？我看他已经躺下去，你还在挥。不、啊，他刚不是飞起来吗？你把他睡下来、哦。我让他睡啊，所以我让他掉下来啊，我不想让他开炸、啊。你厉害。看来是连段尾都没办法做到的。可以啦。欢迎各位使用搭建，疯狂推推啊！不叫哎、欸，是我哎、欸，你吗？我哎、欸，好，那你拉一下，我回去补个子弹，回来、嗯、我来把他拉掉。刚好快没子弹了，要不然再射就死了，除非弹丸节约起来。啊，吼喽，不是吼了，零喽。哎呦，不行，要说啊。OK。要降降喽。啊，你快死了。啊，我要不行。哎、欸，他不是好看看尾巴。菜刀可以快速收刀、欸、不行啊！啊，为什么你刚刚有一跳一行快速收刀？啊？我快速收刀，好像没办法破哎、欸！你们要不要打胸口还是尾巴选一个？感觉你们破不了。我被抓哦！好，我本身好，准备好了。哦，我还穿普通风简单。看错了，行了。哦，哎，哎，尾巴，算了。哎，尾巴不行，断了。断了。我去换换重，去断尾，断那个。右后爆了。右后，我们你们输出都还有右前跟左后，我们先打脚。你都输出怎样？感觉很高，因为你们
很快就破完了哎、欸。珠子。符文天赋，请点对好吗？知道。符文天赋，我怎么点？太大了，太大了。去刷珠子啊！收藏是有重点，你回去吃个。哦，还有暴龙。那边的气体是不是炸不到、啊？嗯，炸不到。我拉过来一点。我没有石头，所以要你们帮我炸。没有问题。哎、欸，他没看我的上腰。挑战者结束了。哎、欸，是左还右？靠！右前左后。你们先软一下。来看我。拉仇恨了。哎、欸，射了讲一下、喔，吓到我了。OK， 走了，我来了。水啦！超灵老龙，哎、欸，要跑了，尽量在原地啊。糊弄哎，对啊，我在很因为中间不必要的输出太多了。我需要有人帮我吃一个，我被他卡墙卡到快不行了。我躺在地上，我快不行了，我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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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感谢感谢。那你看要不要再骑？哦，不用了，不用了。欸、我被挡住了。有了，哦 ，nice！ 死了，哦，在死前破好险，死了，尾巴尾巴，尾流，我看到有人想干什么了，靠腰，太残忍了吧，靠腰，我看到有人准备那个。哇，他喉咙！哇，他心脏！哇，他眼睛！哇，不够！为什么？你挖给我看。不能挖他眼睛啊！不行啊！好吧。他模组只有到喉咙，没有到眼睛。啊，也是啊，你古龙都可以抓了。妈，那天就、oh、你就跟我讲说你要抓阎王龙，捕获阎王龙哎、欸，哇！你都不知道我之前还跟言笑说我抓过麒麟哎、欸。那大家没讲什么？你是他来的？我是白痴公主吗？觉得我在跟他讲白痴的话，他完全不想理我。正常啊，谁会理你啊？他知道你在讲干。哎、欸，我们现在会理你，真的要感谢我们了。什么？我那时候真的以为麒麟可以抓，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用陷阱。是啊。可以用陷阱，它不代表它会中啊。哦，对耶。你当然可以用陷阱啊，它那边限制你用陷阱。可是中它会不会中就是两回事，好吗？所以它其实陷阱中了也不见得。他会直接陷阱会直接坏掉，连那个地洞也不行吗？不行，你现在去试试看，一直觉得我们在骗你。
那我那时候到底干什么东西？你在说谎。说谎？打的不是，可能是假的麒麟，比如说。对啊。啊！你是不是抓精灵鹿啊？不是，我抓精灵鹿，用地动血晶，用这些雷电线，你要干嘛？问你啊，拿回去当坐骑啊。重点是那个也不能抓啊，够用。可以的吧？还有黑月讲到休息吗？嗯，有听台的话应该知道吧？我刚刚改了话，休息咯。我送不出去，怎么送不出去？你是不是卡键？干，玩到续不得啊！菜啊！何先啊，李叔叔啊，来啊！你上线来。妈，低能大锤！什么低能大锤？来，你上线，来来来来来，我们去讨伐雪飞之魔，我看谁输出高。来，我不要。那不要不要比什么，我们来比大凶才就好了。我不要大凶才，好麻烦，他一直吐那个东西，看起来超恶的。大凶才龙哎，他吐的那个东西看起来超恶哎、欸。你是讲哪只？大凶才龙不是会吐呕吐物吗？啊，对啊，怎么了？对啊，那个吐的画面很恶啊。不会啊，还是要刷珠子。哎，太恶了，影响到他打的心情了。借口啦，怕输啦。谁是饭桶？你怎么可以骂人？那个黑月那边的，你再不跟台啊？你再不跟台呀、啊？我就是在看台，所以问呢、啊。你再不看台呀、啊？我看呢、啊，我挂、啊。一二不等人。我先挂了，再见再见，拜拜拜拜。好啦，那这边也告一段落啦，感谢今晚的收看啦。那隔壁应该再继续抓龙嘛，那你就过去看咯。那各位晚安咯，拜拜，早点休息，要开学了，作息赶快调回来咯。有没有听到云娜？有没有听到？谁？云娜。好，那我现在讲个开放说晚安。开放说晚安。还有谁啊？我先去尿尿，我尿回来再看你们打。希望我尿快一点啊！好啦，我回来啦，等一下哦，还蛮少人的，还 OK。
匡宇晚安，林星晚安，黑月晚安，这什么 L Y N X D A W N 晚安，Uncle 环吗晚安，龙龙晚安，刘怡婷晚安，最最晚安，谁马田晚安，竹子晚安，雨娜晚安，吉吉晚安，丽恩晚安，陆木木什么木路城吗晚安，隔壁也关了，哎呦。陈银铃晚安，懒人猫晚安，好啦，乖啦，拜拜，不错，晚安，干，你完蛋了你，我要去开麦了，妈的低能，好啦，拜拜喽。